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跟 Captain 杰克·斯拜罗捕获。草食者。如果我想要经过猎化区的话，应该是要走这。核心者，那只可爱的核心者。哎，不对，猎化区的。哦，所以那些草食者就是猎化区。好。These machines, I can see the corruption coming off them like smoke. 我最近想把魔戒再看一遍，结果发现。这种就是火箭解决啊。哦，之前还要打我一炮就对了。The flames, they're burning it. 糟，怎么都没有起火？没有起火的话，就用一般剑。我觉得它好像已经变慢了。哦。我想说已经变慢没事，冲过去马上中招。OK， 这个还好，超时机。魔戒第一集是2001年的电影，也就是十多年前。当初还觉得千禧年过了之后不知道会怎样，结果现在已经过十多年了，时光飞逝。不过我那时候好像就不太相信说过了什么年就会做什么。Maybe that's what drives the machines mad. Might find a way to use it someday.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如果世界要毁灭的话，它应该会有征兆，而不是某一年到了突然就没了。人类。人类啊，是歪了，是歪了。Still sniffing around。想当初2012年不是世界也会毁灭，结果发现还是好好的。Now it's
小时候就注定要当刺客大师，我才没有嘞。过2000年像是一个里程碑，我们还没有往火星上住。那个叫声到底是什么？我莫名的就被打。诡异了吧，看不到，太黑了。这是在比什么？这么黑我是要看什么啦？他也打不太中我，就是了。哦耶！你看，头顶雷鸟，没有呢。我觉得应该是子弹的声音啦，子弹的风声。Might need that. 前面有一整群的草食。我们不需要打它。哎，这黄黄的是什么 ？Hello. Oh. Oh.哦、oh? 欸，酷欸，天啊，我已经犯了刑法第271条普通杀人罪了。我猜你刚刚有去查刑法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知道第几条？我先存个档，我想要带这个去玩。 好酷哦，好大一把啊。Try me now. 拿这个就不能跳了。跳我要搬到什么时候？好累，好重。对啊，不能跑了。我正在做苦工，我觉得要打点东西我才甘心。不知道打什么？我能够过河吗？那我就在河这岸好了。哇哦哇哦！好好炫哦，很强，非常强。哎、欸，这长角兽哎、欸，不是草食哎、欸，我以为是草食哎、欸，这完全就是打死了一只新怪，它没有机会反击我。你看有敌人的时候再用。我搬那么远就为了射这30发啊。I need this.
可以来看一下刚刚拿到那个长角兽防备兽，我也还没看火焰防备兽。满载挥发性液体，并可以向敌人喷射，根本就是喷火兵的机器版吧？怕火，他机身是抗火，他能炸他弱点没有用啊！啊，他怕冷冻啊，所以我应该有冰之类的去打他。这两个都只是炸就可以炸掉啊。哎，没有啊，我刚刚打死的没有收到哎，因为没有收，没有探索的关系，没有扫描。可惜这不是 GTA，GTA 有那个火神枪。在美国至少有二级谋杀。防不得，搞啥？结果我真的扫了，他变防不得。哇，游戏的主角本来就凌驾在道德和法律之上啊，应该要依照他们的法律，毕竟他们不是依照美国或者是我们的法律来活。不算是战争吧，我应该好了，也战争也是有战了。Handy， 馒头，他们是土匪 ，OK 杀的 ，OK 杀的，我觉得，我最喜欢没有像另外一位杀他们为乐。哎，前面有什么？巨齿兽，还两只啊！巨齿兽两只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妙哎、欸。巨齿兽两只，我等靠近的这一只好了，一样用电。先电再烧，你想了没？都来两只都来了就不妙了。火熄了，再烧。巨齿兽很好烧，两下就点了起来了。点原来，我忘
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还来啊？认了吧你！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